大家好，我是大力，欢迎观看我的视频。现在是2023年4月，我来到了天津市南开中学。天津市南开中学位于南开区，是天津市五所的学校之一，是天津非常好的一所学校啊。它是由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创办的，在1904年建立的天津南开中学，也是一所百年老校。这所学校出了很多名人，既有政治家，也有科学家。著名的周恩来、温家宝就是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。此外，清华大学的前校长梅贻琦先生也是从这所中学毕业的。梅贻琦先生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，他也曾经创办了清华大学的台湾分部啊，台湾清华大学也是梅贻琦先生创立的。梅贻琦也是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的。一会儿我进南开中学给大家拍一下。南开中学的地图啊，南开中学啊，今天还有演出。这个表演的话是在这边的第二个。眼前的这建筑叫樊孙楼，今天人非常多啊。南开中学，这就是樊孙楼啊，是南开中学的图书馆，今天不开放。这个楼是韩英楼，是南开中学的实验室，做实验的地方。这个楼里都是实验室啊，做实验的。这里有周恩来的雕像啊。这边有个长廊啊，这边是西站啊。这是一个简介啊，西站。这里边有校长张伯苓、周恩来、温家宝、梅贻琦为代表的校友纪念室。
科学家。还挺长的。张伯苓。大家目前看到的就是南开中学校园西斋寝室，就是周总理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住过的寝室。该寝室平面为正方形，安置有四张木床，各靠着四个墙角摆放。那周恩来曾经读书时住过的铺位呢？哦，左侧这张是周恩来住过，就在这个视野可能不是太好。在南开中学读书时一直在学校寝室住宿，第一学年住在北斋宿舍，第二学年与张宏告、唐策欧等住在西斋35号，第四学年住在西斋19号，也就是大家今天参观的2开9室。与张增德、唐策陶李园这侧是盛开的海棠花。眼前的这个建筑是南开中学的主教学楼，叫香雨楼，现在供高一高二学年的学生来上课用。这就是香雨楼，主教学楼。这个楼是南开中学的食堂。这前方是个小型的篮球场。这里边就是南开中学的一个教室啊，看一眼啊。这窗户的黑板讲座。南开中学的礼堂啊，我在礼堂里边。这就是南开中学的礼堂。
所以有好多画。然后恢复重建，就是把这个纪念意义还有这个精神这种对合情。哦，这个楼叫柏林楼，大家的排队进去参观校史展，南开中学的校史展。这个馆展出是周恩来中学时代纪念馆啊，名字叫柏林楼。排队的人太多。今天时间就拍到这儿啊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我是大力，再见。